最近有人发布了一条动态，原来是要感谢胡兵来参加自己的婚礼，而且还说他私下里是非常随和的一个人，而且也没有一点明星的感觉。这个网友还放出了婚礼的一些图片，当新娘穿着白色的婚纱，身材也非常的好，根本就不输当代女明星。两个人站在一起，画面也非常的养眼，尽管戴着一个眼镜，但是也丝毫不影响她的气质。在大家一起合照的时候，新娘还娇羞地把头靠在了老公的肩膀上，而她也好像也不想抢镜，所以戴上了墨镜。虽然她现在已经50岁了，但是却还是非常的帅，也很有魅力，样貌也很出众，可以说她私下也是非常自律的，要不然怎么能够保持这么好的状态呢？这次她代表女方的家人出场，感觉气势也非常的强大，看起来也非常的年轻，因此有很多人还误以为她就是新郎呢。这个事情也让大家哭笑不得，她本来是模特，但是多年以后也很自律，而且能够坚持去健身，